收睇財經即時睇，我係范永森。本港股市在期指結算日先跌後回上，指數在27,500點的水平窄幅上落。而家先休息一陣，翻嚟會講下中美今日即將舉行新一輪嘅貿易談判。美國財長姆欽喺會前話，如果中方足夠讓步，可能會取消所有嘅關税。轉頭見。阿倫，呢份嘢俾你噶。哦，唔該。咦，做咩好似好攰咁嘅你？系咯，呢排都腰酸骨痛啊。嗯，一定系都市人压力大啦。系咪精神紧张啊？不如练下瑜伽，对身体好好嘅。瑜伽去边度啊？自在练瑜伽，逢星期日早上9:40到下午2:48，澳门资讯播映。剖析港股最新动向，专家教路，解答观众疑难，助你睇通睇透，洞悉先机。每日财经，逢港股交易日下午2:00至3:00，澳市澳门，澳门资讯播出。展示改革开放40年以嚟，国内各城市嘅发展变化，折射国内40年嚟波澜壮阔嘅伟大历史进程。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，城市台节目主题联播大型系列纪录片《40城40年》，星期一至五晚上10:30，澳门资讯播映。广视咨询热线2851-7758，有大家的意见，我们会做得更好。欢迎市民透过咨询热线对澳广视电视、电台、网站以及移动装置应用程式的内容和服务发表意见，提出建议，以及查询信号接收的情况。除了咨询热线，亦都欢迎透过电子邮件和传真联络我们。详情请浏览澳广视网站。节目时间，副总理刘鹤率领中方代表团星期三开始同美方进行贸易谈判。有份出席会议的美国财长姆欽在会前说，如果中方足够让步，可能会取消所有的关税，又说控告华为是独立事件，同贸易谈判无关。郑俊英报道。这次财经即时睇报道完，一阵会有汪伦攻略，冇行开。接下来播映新闻报道。